是希望建构一个 nature in which 这个 human and nature live together 啊，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些 solutions 啊，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给所有人类呢啊，在保育还有资源哈农方面有一些解决的方案啊。怎么做呢？就是我们主要透过两个部门 conservation footprint 他们都是一个部门啊，还有我们 education 的。Education 因为我们有改变人的行为啊态度啊，所以我们跟他们合作希望得到这个目标，但是后面呢有一些 supporting 的地方就变成整个都变成这样一个住宅区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希望香港政府呢正视这个地方的生态价值。 也许刚才那个 Peter Scott 他也来香港了，做一些游说的工作啊，给香港政府一些报告啊，然后呢香港政府就把这一个地方定为一个具有特殊科学价值的地点，我们叫 SSSI 这样子。就这个年代之前呢还是可以打猎的，那里有很多像香港那些有钱人他们带那些狗啊去打野鸟、我们跟其实这里附近还有些老人家他还是记得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之前的轻声枪声啪啪啪啪这样子把这个鸟打上来。是你们买那个纪委保护区的那个纪委的那个使用权利啊？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。1.8万一个基本。对。但是地方有些东西都不行。上面的位置应该差不多，可以在上面一层游戏。那你可以坐下来看看外面的。